要先学修养，真的要先学修养，不只是修道，修行以前一定要先学修养。啊，道摆在后面，修养要摆在前面。你没有先学修养，你到处结恶缘，你处处都跟人家作梗作对，你怎么办？哎，你将来呀、啊，有的苦吃，真的。所以我们这只嘴巴、啊、要稍微收敛一点，收敛一点。啊，什么是收敛呢？常常赞叹人家，也是诚心诚意的赞叹。啊，不能用那个给的，哎、啊，不能用那个给的。啊、比如说你中就这样子啊，哎，我告诉你哦，那个林某那很漂亮哦，底下听了就很不舒服了。他就告诉你啊，他身上哦，该有的没有，没有的很大，我告诉你，他就是做假的啦。啊，人家就说人家喝牛奶吃鸡蛋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如须弥山，哎，人家说，哎呀，那是造假的啦。我、哦、就听了就不舒服，就嫉妒；听了就不舒服，就嫉妒。啊，你问说，哎呀，那师傅你有什么感觉啊？有什么感想？万法不可得，万法不可得。所有言谈，所有讨论都没有任何意义，对不对？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啊，所以因此我们要了解，我们今天也是过着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命生活，直到你听到正法，才生命才开始有意义。啊，多少人呢、啊？写信来呀、啊，感恩师父，写信来哦，掉眼泪哦，他那一张信纸哦，那个眼泪都掉在那个信纸上哦，以资证明哦，真的。很感动的，这是我这一条命是师父你救的，他都这样写的。我这一条命本来要自杀的，就是看了师父的 VCD， 师父救了他一命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句话、哦、就可以救人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害死无量无边的众生，真的，一句话。通通在一句话里面，底下说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啊，皮肉色身，色身是色宅啊，不言归依也。但悟自性三身呢、啊，就是四自性啊的佛。无有意无相诵，若能诵持言下，令汝积劫迷罪，一时消灭。诵曰。迷人修福不修道啊，道是不生不灭啊。世间人你叫他布施金钱外在的东西可以啊，内心的执着烦恼舍不掉啊，舍不到就不能入道啊。只言修福便是道，哎呀，这个全世界都这样子，来道场啊，布施一些钱啊，相比谁更大？哎，他就是当老大，布施供养福无边。你布施供养的确有福无边，心中三恶原来造，三恶贪嗔痴，这心中的这个贪嗔痴啊，除不掉。哎，宁将修福亦灭罪，你想要你修的生灭的福报啊，来灭你的贪嗔痴的罪吗？后世得福罪还在，贪嗔痴还没去除呢，这个根还留住呢。你外表象的这个福，开进口轿车，住豪宅，内心里面贪嗔痴还在，就继续轮回吧。但向心中出罪缘，哎，向这个心中把你这个罪的因缘除掉，各尽各自性中真忏悔。好好的自信下功夫，呼悟大圣真忏悔。什么叫大圣真忏悔啊？写四个字叫顿悟无声，这个叫做真忏悔。悟到无声的人就是真正的忏悔。
那我们现在一般就是拜忏啊，啊，拜佛啊，啊，其实这个还是事相上的忏悔，要大声的真忏为一切法无生。师父不是讲吗？大彻大悟的人，就是什么叫大彻大悟的人的心境？就是这个世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，一切法无生嘛。啊，我们为什么每天都生了烦恼呢？就是妄念生，妄念执，妄相一直生，一直翻腾，一直作茧自缚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。除邪行正即无罪啊，除这个贪嗔痴的邪见啊，行为端正呢、啊、就是无罪。邪道常以自性观，邪道常在自性观照，即与诸佛同一类，就跟诸佛同菩萨同一类了。无主为传此顿法，普愿见性同一体。啊，我们呢、啊，这个达摩大师来啊，就传这个顿教大法，普愿见性同一体。啊，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清净自性啊，所以人与人应当互相尊重赞叹。若欲当来密法身，离诸法相心中习啊！如果你想要密诸法身，很简单，你想要找到你的清净法身吗？很简单，这句就是重点，离诸法相心中习啊！这一句是见性的关键。其实佛法一句就解决了，是不需要在这边讲这么多啊。离诸法相，法相就是万法，六根六尘六识所映现出来十八界，展现在你的生命的所有的相上的东西，通通叫做法相，包括佛法的法相。心中习，这个习字四个字，彻底放下。诸位，开不开悟就这四个字，离一切诸法相，心中彻底放下，还要放下的很彻底哦。努力自见莫悠悠啊，悠悠就是等闲视之啊。你那个放下的功夫啊，要彻底的放下，不要等闲视之。诸位，不要被病苦打倒，病苦来正好关照此生真的是很苦，回光返照，还好我们有邪佛，我们有邪佛啊！你种种的逆境现前，你要好好的回光返照，借用这个苦激励你修行的动力。因为十方三世佛以苦为良师，诸位，今天你有生病，你有病苦，告诉你，恭喜你。英文怎么说 ？Congratulations， 是不是啊？恭喜你，在座诸位，你今天有种种的病苦，我慧力法师在这里恭喜你。为什么？这样你才会觉悟。不过要苦的差不多就好，要承受得了这个病苦。哇，那个承受不了病苦那不得了啊！我以前就这样子啊，那 一生病叫感冒，普拉腾就是啊，还有日本的蔬果，对不对？哦。一天我不用心，一拜一次买那个十几瓶的西药回来，放着好意了哈，好意了，好意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感冒起来吃了，感冒起来就吃了，就这样子哦，就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哇，不得了，就这样子吃的太多了，哎呀，这个病苦啊，
哇，后来就哦，身体病苦啊，发抖啊，哎呀，这个色身。那一阵子啊，我的身体不好，因为我早餐呢、啊、吃一点点，午餐呢、啊，哎、吃一点点。那时候吃午吃了八年，吃了八年，晚上都会发抖，因为我吃的东西很少哦，所以很少啊。我那时候就吃午，早上吃一点稀饭了、啊，中午吃半碗饭了、啊，啊，到晚上严格吃午，那个清净广化历史就这样子啦，就这样。我不是说吃午不好，就是要看个人的因缘跟根气。结果到晚发抖发抖发抖以后，哎，到医院去找那个叶医师，叶医师开示我，因为打那个点滴哦，因为能量不够嘛，啊 ，energy 不够嘛，能量不够，打那个吊瓶，打那个点滴，哎，一拿300、500，然后就医生就讲了，哎，慧理法师，你晚上不吃一点吗？便当才30块呢，打针要500呢。一个便当才30块，你不吃，你留着给他饿啊，营养不够再来打我这个营养针。哎，这一次500呢，那时候哪有什么健保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很执着的呀，所以我现在很清楚。那些执着自己的知见认为是对的，我执着持五的，我不说全部持五就不好哦，一定要听清楚，就是你条件不够，因缘不具足，你强硬要持五的，我知道要改掉一个人的看法，大难大难啊，很难。我就是一个固执分子，我就是一个很固执分子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还好没有去参加宾拉登那个团体哦，要不然我也是一个杀手哦，真的也被洗脑了，对不对？就被洗脑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哎，他就讲，哎，慧理法师，你去杀人，你善于化妆啊，我的命很苦的，我的命比六祖还苦啊，六祖还有一个爸爸可以叫啊，对不对？我的爸爸知道在台湾，就不是不知道在哪里啊。啊，然后呢，我小时候啊也没饭吃的时候要去什么去吃人家那个救济的东西啊，有一个那个美国人啊救济啊，啊，美国人那个救济你知道吗？他就煮了一大锅的稀饭啊，加上那个麦啊，然后就救济我们，去妈祖庙旁边，妈祖庙旁边有一个空地，他去救济我们啊。那一大堆的流浪汉，那时候很穷啊，小时候捡破烂啊，捡菜啊，然后去人家死人的时候要拿那个旗子啊，那个旗子啊，要在半路等啊，回来的时候拿块6块，等6块钱啊，就这样子啊。然后怎么样？人家那个美国人啊，救济啊，有一个长胡须啊，很有钱，年纪很大来做善事啊，救济这些平民啊，啊，煮了很多，就是一个粥，那个粥啊，里面就放这个麦，有一大锅，还有面条。这个罗汉菜那一类的，哎，没有什么好菜了，就这样很简单很单纯。那流浪汉通通去排队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吃的？你没办法想象的哦。哎，端着一碗，不是坐在妈祖庙那个阶梯吃哦，端着这一碗以后，要马上去排到最后哦，然后一边走一边这样。一次只有盛一碗啊，然后走走走走到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哎，再盛第二碗了，他不给你很多的哦，啊，再盛第二碗，然后又排到后面来，那再慢慢吃慢慢吃这样子哦，排到了，人家没有了，那我吃的又慢，啊，那个人高马大的怎么样？又把我们挤掉，他从中间插队啊，我们才小时候啊，又没钱。都是受人家欺负的，我是这样苦过来的呀、啊。哎，那没钱又是怎么样？啊，那个5月13，啊，城隍爷知道吗？城隍爷啊，在大拜拜啊，那个城隍爷啊，啊，那个时候哦，就怎么样，要迎神赛会啊，迎神赛会啊，啊，他就把我化妆一只蝴蝶，他就把我化妆成女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真的没有骗你的啊。你现在讲最上圣法的大和尚
竟然以前被人家化妆成女人哦！我告诉你哦，他是怎么化妆的呢？头发给我戴假的，头发给我戴假的哦！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人家是说，哎，以前你要不要赚钱？你要不要赚钱？那时候我才小学才几年级啊，那时家里很穷，好吧，那要赚钱走吧，啊就笨笨的就跟人家走啊，去的时候怎么样？化妆成女人，把这个头发戴得很高，古时候古装的，然后就后面就背两只翅膀，好大的翅膀。哦，好大的翅膀，然后那个蝴蝶又两只尾巴，哦，小小的了，小小的，然后就化妆成女人，化妆以后他们都看不出来，哇，何其漂亮，类似西施，怎么得了啊？我的皮肤又白白胖胖的，是不是啊？拜托，我是天生的奶鸡了。天生丽质啊，男志气是不是？六宫粉黛无颜色，哎呀，这好，皮肤又白又好看，哎，化妆起来像女人，怎么样？他用一支竹竿哦，很高，去绑在上面，绑在上面要游街示众啊，要在东门斩首示众啊，他把用一支木棒很高，然后上面一小小坐的地方坐着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人多，知道吗？大家午夜时分看那个城隍迎神赛位的时候，人很多啊，就是选一个小孩子漂亮一点的小孩子，化妆成女人啊，然后绑在上面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要游街有几个钟头，然后就出发啊，也没有去上厕所。就上去了，因为我是以为一下子很快就赚到钱了，小孩子只有想钱，没有想到膀胱啊。我今天为什么膀胱这么无力，就是那一只蝴蝶害死的，就是那一只蝴蝶害死我的呀。哦，啊，就一直憋，哇，那就游街啊。我底下有一个小女孩，她被扮成仙女，你知道吗？她被扮成仙女哦，那个仙女哦，还弄一个彩带，那仙女啊，白色彩带还这样子啊，我在高的，站在底下的这个仙女，是不是？两三个钟头快憋不住了，我就跟那个仙女讲，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啊，来自何方的仙女，我根本不认识她。我跟仙女讲，我说，哎，仙女，我要尿尿了，你忍耐一下，哎，你不要滴下来呢。哎，拜托，我们通通是一样是赚6块钱的哦，你没有权利跟我尿尿哦。哦，后来我还有忍耐，就真的一直说，一直吼，哦，完了这啊，六块快赚到6块钱哦，那个人哦，实在没有办法。我告诉你，车子一停下来哦，那个仙女忘记了她是仙女啊，一停下来，水过旁边。那个仙女就尿尿，那个仙女哦，小孩子嘛，来不及啦，外省人讲的叫做来不赢，来不及啦，开玩笑，我还有办法忍。那个仙女一下子擦，对啊，何其自信，赤裸裸见现，没办法啦，哎，后来没办法了，哦，去了，哎，上厕所没办法，憋不住了啊，那个领导就说，好了，可以了，上厕所，哪有什么管理，那人那么多，哎，回来了，赚的钱怎么样？哎，那个领导啊，把我们扣住了，那6块钱没得拿。辛苦的整个下午被绑在上面装一只蝴蝶，6块钱被人家拿走了，我拍命，我拍命，赚了6块钱，30-40年前了，啊，那6块钱呢，啊，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今生今世啊，注定当和尚的，没有那个命赚钱了，啊，没有办法了。就告诉你啊，这个生命世间苦不堪言啊。好了，啊，糟糕，讲到哪里了？
常常忘记了 ，forget， I'm sorry 啊。努力自见莫悠悠啊啊，忽念哎、后念忽觉一世修啊，后念呢忽觉突然看突然间断了，怎么样？今生今世就没有了。莫悠悠就是不要等闲视之啊，不要白白浪费你的生命啊。努力自见莫悠悠啊，后念忽觉一世修啊，若悟大圣得见性啊，谦恭合掌自心求。如果你了悟这个大圣啊，得见本性啊，谦恭合掌自心求，好好的努力啊。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哦，再来。你要记得正法哦，不要一直只记得那一只蝴蝶哦。要记得正法哦，好了，33页，倒数第一行啊。是言：善知识，总须诵取。依此修行，言下见性啊。虽去无千里，如常在无边啊。那个就是依法不依人啊，依法是最重要的了哈。依此言下不悟，即对面千里，何清原来？哎，你不认识正法，就在你的前面，如同远在千里啊！以见性法修行，虽然是远离千里，如同在对面啊！何清原来珍重啊！哎呀，你们那么辛苦的，那么遥远的来啊，意思就是要好好的体味自性啊，珍重好去。以众闻法迷不开悟啊，欢喜奉行。一众就是大众啊啊，大众闻法没有一个不开悟的呀，欢喜奉行。34页，参请机缘第六，说是自黄梅得法，从五祖啊，弘忍大师那边得到正法，得到衣钵。回至韶州曹河村，那就广东啊，回到韶州曹河村，曹河村啊，人无知者，大家都不认识他，不了解这一代的大彻悟的圣人，就在这个曹河村，没有人知道。有儒士刘志烈，儒士呢，那么就是写儒家思想的，叫做刘志烈，礼遇甚厚啊，哎呀，对这个六祖啊，非常的恭敬啊。这个自律有故为你，姑姑就是父亲的姐妹，对父亲姐妹的称呼叫做姑了，有姑姑为你，名无尽藏比丘尼。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呢，常诵大涅槃经，可是不明其意，
师就是六祖呢，暂听啊，就听他诵一遍，就了解里面的妙意了，遂为解说。因此为这个比丘尼啊，为无尽藏比丘尼解答，你乃知见问智。这个比丘尼呢，就拿了这个涅槃经啊，问这个六祖这个智。六祖就说了，智即不是，亦即请问。哎呀，智我是不认识了，如果要问这个义理的话呀，你就请问吧。这个文殊藏比丘尼就这么说了，哎呀，连智都不认识，智尚不是，何能会义啊？连智都不认识，怎么能够体会诸佛的义理呢？哎，师曰，这句话很重要了，诸佛妙理非观文字啊。所以你书读得多读得少，其实跟开悟哎没有关系。你受教育高受教育低，只要有一年你照样开悟啊。因为文字是假象的东西，自信是第一地啊，是宁静一知啊。哎呀，这个比丘尼太惊讶了，哦，竟然住一个圣人不知道，就骗告理中啊，奇德啊，哎，这奇德就是70岁以上的啊，年纪大的很有德性的，我们称为长老了。云此是有道之事啊，要好好的以请供养啊，这是真是修道人啊，很有德行的一个圣人啊。有晋武侯玄孙啊，曹叔良，这个晋武侯玄孙就是远孙呢 就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哦，好远好远呐、啊！就晋武侯的后代啊，玄孙叫做曹叔良，以及啊居民竟来瞻礼。时宝林古寺啊，从隋朝末兵火就是战乱呢、啊，已废。隋末兵火已废。遂于故基啊重建梵语啊，在以前的这个地方啊，老地方啊，重建这个佛寺，梵语就是佛寺啦，延伸居之，就请这个六祖啊啊还有一切来住啊啊，还有请这些出家众啊，尔成宝方，而就是立刻成为名士宝刹，是住9个月。六祖啊，住了9个月，还有过几天啊，一日就是9个多月了啊，又为恶党寻逐，坏人又追了。要杀了，是乃遁于前山，遁就是隐蔽呀、啊。哎，六祖就隐蔽呀、啊，在这个啊前山，哎，有后山呐、啊，有前山呐、啊，这个道场就四面环山了、啊，被其纵火焚烧草木啊。你看这个恶人坏到什么程度，恶人竟然不认识那个人就是六祖。这个人可不得了，动一个人啊，动一个念头啊，伤害三宝都不得了，竟然放火烧山，
烧草木，要把六祖烧死。哎，必其纵火焚烧草木，使隐身哀入石中得免。啊，哀就是勉强进入。这个六祖啊，一看哦，这个火一烧啊，对不对？赶快避开来啊，又不能烧死了。啊，六祖隐身勉强啊，进入这个石头小小的缝隙当中，得免，免掉了这个灾难。十一是有事，复作西横，以及一部之文。哎呀，这个石头上有着六祖夫座，就是结跏夫座啦，吉祥座或者是降魔座啦，啊的膝盖啊的痕迹，以及啊衣布之纹路，啊就是印烙印在石头上啦。因名避难石，失意无主，怀会子长。怀就是怀集，会就是四会，你到怀集的时候要停止，到四会的时候要藏起来。想到这个无主的交代了，遂行隐于恶邑啊，焉邑就是人多的城市啦，啊就是邑啊，一生法海。有一个出家众叫做法海啊，扫舟曲江人也，出参祖师啊，来参这个六祖啊，啊问曰，就问了，即心即佛，愿垂旨欲啊，当下这颗心回归当下，这一念无所住就是佛。愿垂旨欲啊，来指导啊，开晓啊，啊四月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就是佛呀。什么叫前念不生呢？就是不留恋过去一切相，过去心不可得，当下这一念大智慧怎么样？即心后念不灭。什么为什么不灭呢？大智慧不灭，只要你不铸造过去，不铸造现在，不铸造未来，心起离一切相，离一切念，就是如如不动的本来的面目。大圣起心论讲得最好，哎，心体离念是法界一种相，就是我们的心，这个心的本体离念，离开一切执着的念头、分别的念头，就是法界的平等的相。因为你着相就有不平等，你离相就完全平等了，见一切相彻底的摧毁了悟，这个是假的，是短暂的，是刹那生灭的，就是无相。相当体即空，就是无相，不必转个弯，连转个弯都不必，彻底放下。所以就是前念不生即心呢、啊，啊，一切的妄想颠倒没有生起来，这个就是我们本来的心呢、啊，大智慧不灭。后念不灭怎么样？就是佛。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这个要做一下笔记咯。什么叫做成一切相呢？就是圆满成就一切相，就是我们的清净本性不能离开缘起，离开缘起不能找到清净的自性。意思就是说，在缘起法里面他都能够圆满的成就一切缘起法。佛陀从不伤人，佛陀对恶人宽恕，佛陀有施舍的心，连生命都不施，
持戒啊，忍辱，大般若智慧，所有跟他有缘的众生，乃至于残害佛陀的，通通度他。所以佛陀叫做成一切相即心。什么是我们本来的心？我们本来的心跟释迦牟尼佛的心是一样的，是不离开缘起法，又能够圆满的成就一切缘起法。相就是缘起，哎，相就是缘起法，就是心，就是本心。我们本来这颗心是可以圆满成就一切缘起法的，而我们现在因为执着颠倒烦恼，什么都要破坏，搞破坏，搞动乱，搞渗透。哎，诸位，这个就是破坏别人，其实就是破坏自己的清净心。牢牢地记住，天地万物都是我们清净心的展现。乃至于你动一个恶念去破坏一棵树，动一个念头都不是很好。如果是有必要，非不得已，连植物都不要去伤害啊！离一切相即佛，离一切相就《金刚经》讲的啦。离一切相就是什么佛呢？就是自性佛。我们的清净自性能离一切相，无若据说我要如果要来发挥的话，穷极不尽。听无记曰，即心明慧呀、啊，我们这颗心叫做智慧，就是智性的般若啊。这个慧就是智性的般若智慧啊。我们这颗心本来就有具足般若的智慧啊。即佛乃定，这个佛就是觉性。我们当下的这一念无所住心、不着相的觉性。乃定就是自性的定啊，即心就是自性的慧，即佛就是觉性自性佛，自性的定，这个定慧等等，注意做一下笔记哦。定就是体，慧就是用，定的旁边写一个体，慧的旁边写个用，因为依体起用嘛，依照清净心起这个智慧的用嘛，色用归体，这凡所有的智慧都离不开定的这个本体啊，就是定慧等等等等，就是一如了。虽用也无有能用所用，哎，一种清净啊，所有的念头都是清净的呀。悟此法门，犹如习性啊，习性就是你生生世世都是修这个啊。本性的法门，术士所带来的因缘，有的人你叫他念佛念不来的，有的人你叫他持咒他拼死命的，有的人你叫他听这个最上圣圣听不来的。我要诵经，每天诵经，诵经每天就诵经啊，不是不好，术士的因缘不一样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种的这个金刚种子，诸位，你百千万劫不会消失。我说听经闻法非常重要，在座诸位今天所种落下的这个金刚种子，百千万劫一定会有收成，你一定会成佛。用本无生啊，所有的作用其实就是本体的无声啊，所有当体的空就是无声啊，无声的清净自性会起种种的大作用啊。所以定就是极，极静的极，慧就是照啊，其实这个是极照同时体用一如啊，不生不灭啊。所以用本无生啊，无生就是如如啊，我们见到这个世界就是一直生啊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相，不知道这个相是不可得啊，我们一直生执着，一直生烦恼，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呀。一听到就是搞这个假相的问题呀、啊、
是不是啊？啊，双修是正啊，双修做一下笔记，就是定慧啊，双修是指定慧双修啊，你定跟慧它是同时存在的呀。法海言下大悟，你看祖师大德这样一两句话就解决了，生死就了了啊。以句赞曰：即性原是佛。哎呀，我当下的这一颗清净心自然就是佛了，不必另外找了。不悟而自屈啊，哎呀，我竟然没有悟到我这个当下的清净自性，而我委屈了自己啊，一直在找啊，心外求佛啊，不晓得当下这一念不生不灭的清净心就是佛呀。我知定慧因啊，双修离诸物啊。哎呀，我知道定跟慧的来源是什么，来源就是见性。只要你见性，定慧均等。大彻大悟的人二六十中都在定，因为动中有不动吗？所有的作用都是无声嘛。双修离诸物，双修就是定慧。你想要修定吗？想要产生大般若智慧吗？首要的工作，诸位，离诸物，这个也是见性的最大的动力，离开一切相的执着。只要你离开一切相的执着，不要去起心，不要去动念，定跟慧就具足啊。身法达洪州人，洪州在今天的江西南昌县。七岁出家呀，哇，很早了哈。常诵《法华经》，来离祖师啊，头不置地，很狂妄啊。哎，来顶礼六祖啊，头啊不碰到地，因为他自己觉得不得了。礼啊，是贺月，六祖就呵斥他了：修行人这么我慢，要来求法，顶礼这个头还不碰到这个地上，磕头不磕到地上，那成什么礼啊？礼不拖地啊。就是这个顶礼啊，就简单的点个还不到地面上，何如不礼啊？你干脆就不要顶礼了。你内心里面这么狂妄，这么自负，你自己觉得很行，你又来顶礼，又来求法，又觉得自己很行，你干脆不要顶礼好了。六祖就说了：汝心中必有一物啊，你心中一定执着某一种东西啊，必有一物，就是你一心中就是找一种相。他就问了：应习何事也？应习就是啊，从以前呢、啊、到现在啊，这个应就是蓄积的意思呢，啊，其实应就是说啊，酝酿啊，成一个风气。就是累积的意思呢，你从过去累积以来是修什么行的呀？是应习何事耶？修什么行的呀？耶，念法华经已经3000部了，哇，够多的吧。我们平常人哦，诵法华经，法华经有60000多字啊，将近70000字啊。我们平常人诵法华经啊，一天你公司都不上班，不必去赚钱，不必去外面辛苦，早上关起门来刷牙洗脸用个早餐，隔一会儿开始跪在佛前诵经，诵法华经哦，最多一天最多诵2部，最多那个是最很快，其实很难，一步都不得了，一步将近70000字哦。他送了3000部啊，
这怎么得了？用多多少时间呢？可惜没有悟。可惜。四月，六祖慧能大师就说了：“如若念至万部啊，你就算念了一万部的《法华经》啊，得其精义，了悟《法华经》的一思想的道理，还不能执着哦，不以为胜，还不自己觉得说我很了不起。”这个我慢心动个念头都不行，则已无邪行，那么你就是跟我走在一起的，我们就是同路人。如今复持事业啊，复就是仗势的，你现在啊仗势着你自己所修诵法华部三法华经三千部、啊、来狂妄他人，傲视他人，都不知过，都就是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呀。狂妄是障道的根本呐、啊。听吾句曰啊，听我这个句诵啊，你离本则慢闯啊，头西不自地啊，由我最机身。王公夫无比啊，什么叫做离本？你礼拜这个法华经，我们现在诵经都得到这个严重的病，就我一天来诵多少部，还做一个笔记，当然这个是很好了、啊、哎，经教不通，心性不明，你礼拜这个法华经原本的用意就是要折服你的我慢呢、啊，这个床啊，就是以前啊吊在高空啊，让人家知道说我这次这个要庄严呢、啊，要祈福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床，那个、是幡呢、啊，啊，床就是竖这个高床，那、啊、就是表示说你这个《法华经》原本就是要折服你这个共高我慢，因为这个床就是。挂得很高的意思、啊、那么慢床就是高高的挂在一起，就是表示你自己觉得你很高高傲了不起，比别人高一等，这个床就是挂得高高的。离本则慢床啊，啊，你头为什么顶礼不着这个地呢？有我最极深，诸位会背吧？哪个我啊？虚空法界尽是佛，会不会背啊？其中多了一个小人，就是我。虚空法界尽是佛，其中多了一个小人，挂号挂符就是我。就是这样子，问题就出在这个我。你找一个我，哇，问题就出来了，所有的烦恼争执斗争通通来。人家虚空法界早就成佛的无量无边了，我们在这里打转，问题出在哪一个地方？存在一个我，这个我一我了，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通通跑出来了。王公福无比，王公就是说你不要找一个做功课的这个功德啊，你不要找一个修行诵经的功德叫做王功啊，王就是不找功德，你的福就无比呀、啊！哎呀，这个要没有听到六祖的慧能大师的这个无相的清净大自信的大法、啊、我告诉诸位啊，包括佛弟子没有一个不着相，没有一个不着想。师又曰：“汝名什么？你的名字叫做什么呢？”曰：“法达。”师曰：“汝名法达，你的法名叫做法达呀，法号叫做法达，你何曾达法呢？你从来就没有通达佛法。”复说句曰。就对他做这个句诵啊，这三十六页。
说如今明法达，秦宋未修歇呀。你的法名叫做法达，你一直认真的诵，从来就没有休息。注意哦，这个底下这两四个字很重要哦。全世界佛弟子的通病就是这四个字：口诵但行深，口诵空明，行深何用呢？心不悟道，逆心三毒不除。空诵就是说没有见性，你只有跟着《法华经》的文字一直诵，就是空诵，毫无体会实相的道理。寻生就是生灭法，你一直循着这个《法华经》的以文字音声一直诵一直诵，循着这个音声一直在找佛道。寻生，诸位，道本无言啊！你这样诵经诵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们的清净自性佛道本来就不可说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是空诵但寻声呢、啊。你白白的啊，在那边诵经啊，你只是依照这个文字音声啊在找啊，找不到的。明心好菩萨，你要明心见性了，我说你就是菩萨。了解佛的用心吗？心性的大法吗？汝今有缘故，我今为汝说。你现在跟我有缘，我来跟你说法。但信佛无言呢、啊？你要相信，真佛无言，无言就是道本无言呢、啊。真正的佛是讲不出所以然的。不要你这样，不是像你这样诵经的。你这个诵经是生灭的，没有明心见性啊！啊，真佛是不能讲的呀。但信佛无言，中间加一个真，就更清楚了。信佛无言就是你要相信真佛，真正的佛是不能透过任何语言的呀，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啊，你说不出所以然的呀。莲花从口发，你这个莲花从这个嘴巴发出来，哎，为什么？如果见性加四个字，若见心性，莲花从口发。你见性诵每一句的经典，通通大智慧，通通莲花化身。所以师父就重复讲了，明心见性有多重要啊！三十六页，答闻偈悔谢耶呀、啊！法达听到这个偈颂就忏悔呀、啊！哎呀，感谢这个六祖的开示，说而今而后啊，当谦恭一切呀、啊，从今后要恭敬谦卑自己。啊，要恭敬一切众生。弟子诵《法华经》，未解经义呀、啊，心常有疑。和尚智慧广大，愿力说经中的义理。啊，这个文字都很简单了哈。是曰，六祖就说了：法达，法极甚大呀！你的法号叫做法达呢。法应该是甚大，如心不大，但是你的心性呢不通达，没有明心见性啊，心不通达，经本无疑啊。法华经有什么怀疑呢？我们现在诵经是送给佛菩萨听，不是送给自己听。佛菩萨还要说你诵经给他听吗？诵经是熏习呀、啊，心习啊，经典就是佛交代下来的遗言呢、啊。诵经的意思就是
遵照佛陀的遗言去观照和实践，叫做诵经啊。哦，诵《金刚经》啊，早上诵一遍，晚上诵一遍啊。那诵经做什么？哦，佛交代我们要怎么样啊？佛说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；佛说三千大千世界，即非三千大千世界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啊。诵经做什么？体悟那个空性的般若智慧。哦，原来诵经是送给自己自信听的，经是佛讲的，还要你送给他听吗？啊，你是不是啊？